中泰手足情，绵延千秋好。中方热烈欢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、好朋友、友谊勋章的获得者诗灵通公主殿下即将开启第50次访华之旅。我们相信此访将成为中泰友好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，进一步丰富中泰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内涵，谱写中泰一家亲特殊情谊的新篇章。